其實首先我要去了解，因為我做過即係宮廷劇啦，或爭啊鬥啊，其實我覺得是大家的價值觀的不同而產生的衝突啦。咁我覺得其實等同於我哋嘅社會一樣，大家 belief 嘅唔同，咁所以會四周圍你會見到有所謂嘅鬥啦。其實我覺得係爭取嘅啫。咁當然有啲人係用錯嘅方法，有啲人係用正確嘅方法啦。咁我點樣睇我自己係而家我嘅 situation 就係、是、其實幾馬拉松嘅，就係我要耐力咯。係啊，我唔需要同諗呢個 competition 係一個 competition。我只知道我要 sustain 完这个很长的比赛。那是不是很深啊？